哎呀，红色好看真的，来穿起。哎，方老哥，哎，莫打妄噻，来把镜子举起。啊，看那个乖妹儿嘞，好生看一下。啥子？你喊他方老哥啊？哎呀，妹儿嘞，那件衣服穿在你身上只有那个巴适了，是不是哦？只有那个漂亮了，真的是不摆了。不管啷个说，那件衣服啊穿在你身上简直霸道惨了，真的啊。你确实漂亮噻。大姐，你是戏耍我哟？我那么胖，你还说我漂亮，身材好，啥子？你胖？哎，哪个说你胖啊？方哥，你说，你说，你说那个妹儿胖不胖？我看看。哎，点都不胖，点都不胖。他们说啊，女人身材分三种，一种是肥白高，一种是苗条娇，一种是泼辣刁。你那种呢，就属于肥白高，是最美的一种身材。哎呦，哦，看什么？开个玩笑个吧。其实哎，你妹长得只有个四中了，根本不需要减肥。那些说你胖的人根本就不懂啥子叫美，你也让你胖嘛，嘿，这叫丰满噻哈。对头，是丰满。在中国古时候有四大美人噻。我觉得杨贵妃最美啊。杨贵妃最美，她特别丰满，所以说别个说的天下美人皆是瘦，唯有贵妃一堆肉。丰满不美，哎，未必瘦得了那个风吹吹凉，风一吹那个东西打旋旋才叫美呀。哎，像他能够干净净瘦壳壳，鸡皮重重一坨坨，那才叫美呀，太瘦了。哎，妹儿嘞，你真的一点都不胖，哎，你这叫丰满，叫性感，叫美噻。那件衣裳啊穿在你身上，那才叫美上加美，美得不能再美了。美得大姐，我是说那个衣服太厚了，穿在身上屁股实胀的，都显得更。对头，有点有点啊。哎呀，你看你好热哟，热的那个一头的汗水哟，你是哎呀哈都脱的这么一点。手红了点，啥子啊妹嘞？你手红了哇？不红啊！哎呀，红得好噻，好热哟，又热乎又时髦。嘿，你看那些大款的太太些，他们穿的那个皮买大衣，外面那个毛卡到卡直长，那么厚哦，时髦儿噻。那件衣服你穿自己，哼，在个街上一走，回头率啊，绝对是90%以上。最里的男娃儿啊，是一千千的，真的啊？哦，是不是？对头，对头。你还胖红的时候，哎，那边街上那个叫妞妞的妹儿嘞，买起才穿了两天，不敢穿了噻。哪个的？哎，追的人太多了，把他追破烦恼。哎，不行，你去问嘛，是不是？哦，好嘛，我多买一件嘛。好好好，要得。明儿来，我给你是最相应的价嘛。那钱，哎，好好。哎，麻烦你给我装一下嘛。要得。哎，方老板，拿个袋子。好，哎。哎，你下回来呀，我还有相应的卖给你。要得。哎，明儿来啊。哎，大大，哎，谢谢你了。哎，谢谢你哦，慢走，下回再来哈。哎哎，慢走哦。哎，刚才说了个溜溜，是哪个溜溜哦？我说的是那边那个哈妹嘞，溜了我半天，倒买不买的，溜到口水都干了。那还不是溜溜啊？你看你刚才那个样子，
那个眼睛都含到那个旁边脸上去了。哎，你那个啷个说嘛？是口都口不出来了。哎，你喊我夸他的噻、哎。我喊你夸他吗？是为了我们的生意噻。那是小和尚念经，有口无心。哼，你看你那个样子哦，简直是窝囊窝相的。金凤口水落下来，他脚不给打肿、哎。我脚盆时常踩肿了噻。莫打胡乱说哈。好了，看摊子，我去买两个盒饭。啊、哎，两爷们儿哈，快炒盒饭，两爷们儿快来吃啊，香一半。走起哈，走起哈，快来吃哈，两爷们儿一盒。两爷们儿，两爷们儿吃不吃到哦？啥子两爷们儿哦？你刚才喊的嘛，两两妹儿过来吃。大爷，你硬是弄子会安民呐？啥子两两妹儿咯？我说的快餐盒饭两元妹儿一盒，只要你拿两元妹儿出来，管你是两两妹儿、两婆生、两口子，我都卖。我顺跟你说，我妹儿是有点妇女儿懂的，是两两妹儿都吃得到的。对的，我拿两个盒饭。哎，袁大姐，你那天回来啊？哎呀，出事了，出事了哇！哎呀！哎呀，是，哎呀，是我的面子活，哎呀，啷个搞的嘛？哎呀，都是刚才那卖衣服那个女娃儿的、哎，把衣服给你放脱了。啊？哎，那个妹儿嘞，她又回来了嗦。哦。嘿、哎，我去找她赔。哎，哎呀，那个背时的方老婆，哎，她跑哪里去了呀？她被那个女娃儿勒送医院去了。急诊室在哪边哦？医生，哎，快快，来那边，来边，放给我了。哎，放放放，来边，来边，来边。哎，快点。还是那么一回事。哎，哎，胖胖啊，你帮我打个眼睛，我到医院去找一下他。哈，要得要得要得，你去嘛你去。哎，你的盒饭和摊摊。好好好好，要得，你去嘛。麻烦你了哈。没得事没得事。好好，我走了哈。你怎么回事哦？出来！哎，出来噻！哎，啥子事噻？出来！哎，你外头莫乱来哈！你莫说起恁个衣服鼓捣抽成的样子嘛！我又不是母老虎哎！你谦虚哦！啊？你说啥子啊？嗯，我说啥子啊？我好像是。听你说我谦虚啊，谦虚谦虚是没得噻，我在表扬你噻。哼，表扬我，你们是在讽刺我噻？我又没吃包子蛋，我敢讽刺你呀、啊？哼，背起背个，很安逸哈。嘿，安逸。哎，当中一坨，背起黑着黑着的，哪点安逸嘛？圆圆，听你这个事情。别人都怪不得我哟，你前脚一走，那个姑娘后脚就来退衣服。哎，你都不要给她退噻。我也是很想你噻，那现在这个姑娘阴道干燥惨了，她就在我们摊子跟前手舞脚蹈，又吵又闹，又不依叫，哪晓得她那个手用一下，哦吼，那件衣服就在落到洗衣坎高头去了。看到的。奇葩长老卖都卖不脱了，我也是那么想的。哎，那件衣服是我们摊子上的面子货噻，一件要管千多块哟。
刘师傅，我这个心子八百都起脱了。哎，那你喊他赔噻。哎，我有什么想的噻？哪晓得？我真的该找他打的车。哼，玩不玩这个姑娘，操了惨了，他就跟我一推，推我一个仰翻叉，一车转身，他飞起就跑了。哎，难道去追噻？哎，我有什么想的噻？这事儿我尾椎骨打得心痛，拔都拔不起来，这个啷个追嘛？哼，还是多亏隔壁那个黄胖他们兄弟伙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追了半条街才把公交追到。市管会的同志来了，问明情况之后啊，首先喊我把这个衣服给他退了，然后啊判他赔500块钱的损失费。都是恁个嘛，我们都折脱一大截。哦，我也是恁个想的。除了那句话，你都说不来其他的啦。我也是。嗯。哎，那他能不能赔嘛？他晓得输了道理吗？给人了嘛。哎，那你没碰他？又来了。你注意心虚，我的意思是说你没有推他呀打他呀？没有没有，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哪会就到了耶？不用个怪的事啊。哎，能个怪呀？啊，我也是个都来了。瑶瑶，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太怪了噻。我只看到他颤颤抖抖的，在身上东摸西摸的，摸了半天才摸出500块钱。他刚刚把钱一拿给我，他就让我一晃一晃的，一下哦就收下去了。哎，那钱呢？钱，哎，钱在这儿噻。哎，你走了过后。我买了双袜子8块钱。还有啊？没得。我是说那个妹儿赔的500块。哪500块钱啊？拿出来。不不。哎。你。哎呀！吼啥子？你是医院，我没打你。哎。交出来。不交。你胆子大了哈。你听我说嘛，你看，哎呀，元儿，你这个天都要黑了，又怕下雨，你快去把摊子收了噻。哎呀，我去收摊儿。那你干啥子啊？我在收病人噻。哦，我去收摊儿，你在那儿做好人呐。哎呀，你不要乱说，要不要得？走走走。哼！小心点，我收摊过来，收拾你！哼！快点去啊！哼！我的个妈耶！哎，你哪出来了？师傅，刚才是你妈呀？妈，她是我爱的人。我是说，你妈看起比你还年轻点儿。哎，那刚才我听你喊我的妈的嘛？你都听到了？不，现在我一般。哎，你要拔起来了吗？我掉了水，吃了药，都没得事了噻。小妹儿，你实实在在说哈。你那个徒弟哈，都昏倒了。师傅，实话跟你说嘛，我是从农村进城来当保姆的。保姆？看不出来哈？不像哈？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真的啊？我们主人家都说我会打扮，学得快。有一会儿。哎，不说这个，你就说你哪个下头耍下去了的。当一年保姆
看来要过节了噻，想买件衬托点衣服回去过节穿。我拢共赔了几百块钱，哈赔给你了。我也是急火攻心，都啷个了噻？你急火攻心了？你把我才害得急火攻心喽。师傅，对不起了哈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慢着。师傅，我只有那点车费钱了，油费，我过两天再设法还给你嘛。拿钱。钱？不，哎，这500块钱本来就是你的噻，拿得起噻。要不得，但是政府判了赔给你的，可你我还抽了你一巴掌。过都过的事，不要去想他了。不过啊，我要奉劝你几句：和气生财，你出门在外，莫要那么干燥。女娃子家家的，出手就抽，哎，万一我有高血压呀，中了风，倒下来就爬不起来。哎，那个时候你要投不投早找我。对头。拿到，拿到。要不得。小妹嘞，老实说。我还没看出来你出来当保姆的，真不晓得这500块钱就是你的全部家当。我要是晓得了啊，我根本就不得伸手要你那个钱。再说我们再将来嘛，哎，总要比你好点嘛。我晓得，我看得出来你师父是个仗义的人噻。不过小妹嘞，有话就说，你不要不可不可的爪子嘛，没事你就走噻。我有句话说你没得心哈。你不要怕说的嘛。我看你耳朵像是铁的样。你看我说怕个嘛，是不是？那是铁的钢你哦。是铁的还不怕呀？我是担心你过不到你婆娘那一关。哎呀，放心，在外头我是个懂面子，回到屋头我说一句他听一句。真的啊？哎，我在哄你，你放心，快走吧。那么好意思啊？谢谢了哦。我还要谢谢你。哎呀，请你快走快走啊，请你快走哈。谢谢了。哎，那我上来做啥？老板，哎，你啷个还在那哈儿的哦？拿500块钱来，还了。哼，我都暗地有了一手。哎，你硬是在那个肥白搞迷到了哇？哎，我们又是有钱人，那500块钱嘛，是别个工商盘他赔给我们的噻，那不得行。他人呢？你问那个小妹儿啊？你把他放走了啊？他搞得表演水。我去找他。别个就剩了点钱了，别个父母还在屋头等那个钱过去，你算了嘛。管他那个多的哟。我们都是离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的工。我要去找他，我管他那个多。慢点嘞，圆圆。对不起哈。啷个的哟？忙天火家气鼓市长的吃了炸药啊？气死我了！你不晓得那个背时的方脑壳啊？方脑壳，啷个的嘛？那个老方哦。那个像恁个样儿呢？你们屋头又不宽裕噻，他又还下了岗，个人的稀饭袋没吹冷，哪个去吹别个的汤圆喽？就是嘛。哎，再说那500块钱，又不是你们孤岛要的，那是别个工商断的，道嘛？哎，都是赔了，我们都还要谢多大一截呀？哼，我那会儿是气昏了的，今天和他离婚。哎。莫，
本来呀，你们夫妻之间的事情，我们这边人不应该来东说西说、言罢衬托的。不过啊，那个老方啊，那确实应该好生帮助哈了。你看嘛，他去找工作啊，钱又遭别个骗了，喊他去送礼呀、啊，他又去送给那个爸爸爱的娃儿，他还半夜三更去管闲事，把个人弄到派出所去款起不说，哎，喊他去认个熟人呐、啊，结果认个劳改犯方老爸出来，哎，喊他去，哎呀，那些都不说了，关键是他陪着我把那个钱还给了那个妹儿嘞，你没看到我？他还当着我夸那个农村小保姆的妹儿嘞，是啥子他最喜欢的肥白高哦，杨贵妃哦，哼，那不是他钱给人个撇脱哦。耶耶耶，圆圆儿，恁个说有点过分了。哎，你说方脑壳，平时脑壳有点方，只转直角不转弯儿，那个我相信。你要说别个乱想乱来噻。哎，那是冤枉别个哟。我了解，老方不是那种人。你不要帮着他乱说，他一个方脑壳，一没本事，二没出息，哼，一个下岗工人还能个好色？哎，跟个农村妹儿嘞，都在那当里流口水。哼，我忍了那么多年了，我忍到头了，今天和他离婚。离婚？哎，要不得哟！哎，你只能说是把药放重点儿，说个离婚来黑他一下就是了嘛。黑他一下，那会说要离，真的离个？真的离呀、啊？啊！我吃药去了。你要啷个嘛的？你别老怕你是不是？我又没说两句，你吼啥子嘛吼？你能不能玩得很？啥子意思嘛？啥子意思嘛？你说啥子意思嘛？我老是怕你是不是？本身就是，你把那个钱凭啥子要还给那个农村妹儿啊？你管得我的啊？那那肯定都有故意杀你人个。哼！哎哎哎！两口子啥子事？恁大阵仗？我好心好意弄起那个大蒜菜。他不吃不说，开口要找我离婚，他闭口要找我离婚。我才说了一句，他都冒火了，哎，摔盘子打碗的。不出去算了，不是乱喂狗。老方，你平常多让得圆圆的大嘛，啷个今天恁个凶啊？都是，不晓得啷个的，他今天点儿都不怕我了。怕你？你给我搞清楚，我怕耳朵吗？是怕个人婆娘吗？你现在要跟我离婚，你就不是我的婆娘了噻。对于那种不是我的婆娘的人，我凭哪个怕你啊？其实我又不是真的想和你离婚呢。不是想找我离婚？那你说又是哪个再就是叫你的呢？是恁个的，我在门口碰到柯大哥，他说你个人的稀饭都没吹冷，又要去帮着别个去吹汤圆，他还说说你喜欢管闲事，个人呢结果弄到派出所去款起，他还说你去认个劳改犯方老爸，他说你是一个圆圆、哎哎、你那个哎，你那个把我弄进去哦，哎，你那个是恁个一个人吗？耶，柯德平，你娃引导在使我的坏哟，难怪不得别个说，若要夫妻不和，全靠朋友刁磨。柯德平，你说，你为啥子要钻我的怪啊？哎，熟人熟识的老朋友了，你要打他打两下啊！你莫做起那个怪动作嘛！我拆开了水壶嘴的。来，请。两口子啊，吵了吵到起啊，都把我也吵进去了。哦。哎，所以只好辛苦两位主人呢，哎，调解一下哈。是我们应该办的事情嘛。哦，
俗话说噻，宁拆一座庙嘛，也不愿拆一桩婚事噻。哎，说得好，说得好，是不是嘛？来，请请请请。大哥是我们看到长大的娃儿的，一贯表现都是忠厚老实的。你说他和那个农村妹儿登儿啊荡的，莫说我不信，哎，都是那街的人都不相信。对头，圆圆，你不要找借口。看到大哥下岗了，你就七心八百的登了，那是一千个办不到、一万个办不到的事情哈。别个说要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。我们今天呢都要专门保护一下男子的合法权益。圆圆，我跟你说清楚哈，在老方没找到工作以前，我们街道啊是绝不会打离婚证明给你们的，哎，也不得准你们离婚，听到没得？那他要是一辈子找不到工作呀？那一辈子都不准离婚，那我不是要让他一辈子哦。我说老方啊，你还是要抓紧时间找到工作。晓得了。你喊他抓紧时间找工作，你们才好同意我们离婚个嘛。我决心找到工作好些吗？还是找不到工作好些？这个事情嘛，自然晓得处理嘛。凡事都以文件为准噻。哪个文件里面有规定了的？找到工作都偏要离婚的啊。啊，我今天就偏不离，七十三岁过来摆起，那我又偏要离呀。从前爷爷的蛇懒得里个龙，要防不防那个穿不起弯弯里个钱，八仙做对蛇懒得里个龙，要防放那个斗不起四面人无缘。哎呦哎哎呦哎哎呦哎哎呦，没比大只蛇狼根里根龙，要防不放那个掀不出横平竖直立地顶天，只是这个人蛇狼根里根龙，啥子老口莫要放妈妈狼根里根龙。Thank you.